神明定不辜负您的功，不可多生疑惑，自误前程。我今层层说，您乃不得已之苦心，倘未思计，定遭五雷之诛，永堕地狱之苦。炼心印第十六。这个假身子是装大派，千百万样铺张打算，心雕作怪，竟未假身而已，然也不能罪全归于身。这身子乃一团死肉，有气以运之，方能活动，其为身之主，心而心之所发，为心意之用，能上天堂，能下地狱。做仙佛，便处内都由心意造作所为，心愿意马，千生万劫无有修行。修行全要练心意，练心者，此心也。心何意思？不动凡心，不逞色心，不纵邪心，犹如死了一样。死了人心，才活道心。尊三规，守五戒，正是用死心法子。心不死，断不能尊规守戒。凡任道好工作功无效变者，皆由心意放荡之故，平时之当惯了，遇着邪境坏事，可移动心意的，是把持不住，开戒违规。顷刻之间，所有层层冤孽，大量不从自己心意招来的，心意变化，千头万绪，而总不外乎三心。三心者，一日过去心，以往之事好乃都是做梦，欢喜烦恼，过去即空，是亲是冤，计较何意？世上人偏偏要把己过之事挂念在心，这样那样，来来往往，同人家会面，也是谈讲过去之事，岂不痴呆？一日未来心，未来之事看不见，明因果第一。上开智慧第二。在红尘中立志向第三。清陀累第四。若守五戒第五。之完断疑惑第六。消冤业第七。人
改脾气。第八，人生的蓄度量第九，天之量大，方罗万象。培心德第十，心德者修行。我就知机地第十一，受模考第十二，模考。例外中第十三，这修内果第十四，知布施第十五。练心意第十六，这个假身体是装大汉，明旁门第十七，尊师传第十八，三教圣归口气第十九，凡是我们修富荣华第二十，三母荣华之慧是人人可富的，本非但是，只要立志勤持，尊崇道德，触及则先从人道着手。如是父母一孝，养育其心，顺从其志，而无丝毫倒背。如是兄弟悌，处处恭敬，遇事和睦，而无执拗之心。如是主人于忠实，处处敬己之心，不存狡猾。如交友，以诚信不可欺诈。如对场上，敬之以礼，不可紊乱而交抗，徐分依序，丧葬、祭祀、婚姻、交际无往而不以礼节之。如待人礼义，遇事和仪式。度只需能明大义，不可遇事苛求，方得见义勇为之矣。其他如年也、齿也，更宜讲求灵才如狗的，灵难如狗年，有丧人格之事，皆莫强行。如是可尊崇八德，庶几人道尽而天道不合矣。能合天道而修道自成，荣华可复，犹须艰辛，
至有往之迁，外公托陪，内公家紧，内外兼修，亦然有定守，湛然有定见，不逆逸于事前，不游移于事后，不畏身色夺，不畏过力摇，不畏威武屈，不畏富贵缓，不畏贫困阻。如有才者，则舍才培德，对于济人利物之事，尽量为之，不可坐守才鲁。有利者，则尽力而为，不可坐物内德则已。法行时，逐日无间，日积月累，公园果满，自有富荣华之日。人人如此，人人可复，虽未空前绝后之举，恰亦亦能贵之事也，未吾不信，弃与望之。